今天是9月4号，海葵台风过后，昨天9月3号从台东成功登陆。今天凌晨从台南的高雄直关出海，嘉义这边没有什么风雨，今天有放台风假。云林以南，云林啊，嘉义县是，台南市、高雄、屏东都放台风假。台中后来有宣布，台中今天也是放台风假。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云林好像都是无风无雨的台风假，高雄市比较严重，高雄以南啊应该都比较严重，高雄、屏东、台东。天气袂歹，昨小看雨，小看风，到现在也是一样。现在即马佫无啥，佫比即马比昨较无风，嘛较无雨啦，雨佫愈少。昨天风下午比较大一点点，还好不是很大。雨也是还好，没有很大，间歇性。今天比昨天更没有风，也没有什么雨，还出太阳。做个记录，应该希望不要再有台风。无高雄南部那边现在比较严重。好，先这样。明天应该不会下雨了吧？台风过后。好，明天再看看啊，明天应该不会了。好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